来这边呢，接下来是质量体积百分浓度啊？怎么有这种东西？质量体积百分，事实上我跟各位讲哈，质量体积百分浓度用到的可能是我们最多的啊？为什么最多的啊？不是质量对质量，体积对体积，为什么质量可以对体积？对，以后你听我讲哈，这东西也许是我们用到最多的，反而是质量百分浓度。好，来，因为等一下我要讲一个我老婆怀孕的时候的那个妊娠糖尿病测试的情况，来，那是每年必考的，我再跟大家讲。来，这边质量百分浓度表示100个体积单位里面溶脂的质量单位，所以呢，它的分子 numerator 就是质量，或者我们讲重量，比较熟悉过。另外呢，体积百分比呢是指它的分母，它的分母啊、哦，它的数学式呢就是。它的公式就是质量 m 在分子 v 放在分母 v 放在分母。好，来这边，通常它以公克为单位，这边以毫升为单位，因为公克跟毫升以密度为一的水的时候，它是相等的，一公克的质量跟一公克的体积，那当然是指那个常温下哦，常温下。来，话不多说，我们来看案例。好，这边。将50公克葡萄糖溶解到足够的水中，制成1000毫升的水溶液，所制备的葡萄糖溶液的质量体积的百分浓度是多少？好，再次50公克哦，制成1000毫升的水溶液，制成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做完了，最后的体积是1000，这个跟50公克倒入1000毫升的水不一样意思哦。哦，这个东西先后顺序很好懂，但是各位要注意，不要被骗的啊、哦！50公克葡萄糖溶解到足够水中，制成1000毫克，跟这1000毫升的溶液所制备葡萄糖溶液的体积是多少？来这边，50当作分子 ，solution 总共是1000，所以呢，我们想要知道 desire， 我们不要翻译成想要知道了，好 ，OK， 来这边。50当分子写50公克的 glucose 这个字要背、哦、你不用我的课没有背没关系，你其他的课也会背到。这样算完之后呢，1000当分母，算完之后呢就会等5.0、哦、OK， 好，来，那这样子算完之后就等于这一块。那这地方的话我下次跟大家复习、哦、就是说那个像那个要测妊娠糖尿病、哦、是孕妇要在几分钟内喝下300毫升，300毫升大概是养乐多三瓶，然后呢300毫升总共含有75公克的葡萄糖，这是阿元的那个考题之一，而且我都公开，而且我算的过程都给大家、哦、好，那这东西、哦、我夫人、哦、我们家领导人说那非常的甜、哦、葡萄糖没有蔗糖来的甜，但是他觉得很甜代表它浓度很 高。好，再来这两个浓度的转换因子是长这个样子，转换因子要做计算。好，来这边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好，这边有一个哦，克林霉素胶囊 ，OK， 那个 How many grams of clindamycin？ 哦，这个抱歉，这个字我比较不熟哦，那个 clindamycin，OK，antibiotic、okay, are in a 45 capsule of 1.0% in clindamycin， OK， 这边的话45毫升1%里面的克林霉素胶囊含有多少克的克林霉素抗生素？来，他已经跟你讲了哈，来这边他会告诉你说呢，我先截图，因为我看到错字的啊、哦，截图连这个都给他，好。OK， 那事实上是1.0%的哈，不是1.08%哈。有这个地方 ，and volume 会得到45，请问有多少？来这边，1.08%，这里也是哈，这边算过去，所以会得到多少呢？也就是45毫升，对不起，45毫升的体积跟100毫升会约分计算。这边是1公克，
所以不是 1.08 哈，不是 1.08。算完之后呢，等于 4.5 公克，等于是 0.45 公克，不是 4.5 公克，是 0.45 公克啊，没错，来这边。在截图，因为我截图告，不好意思啊，那个耽误大家使用截图之后，我会回报给他，我会回报给他。好来，这边呢，这边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各位你看哦，我用这个来计算你就知道哈、哦，来计算，来我们来看，这里也就是说，它原先的比例是多少呢？原先的比例是100毫升的体积。电脑好处就是恢复上一段哈，体积100毫升，重量是 1.0 克，会对应到体积45毫升。来，我们来拉一条线，对不对？100毫升移过来的时候，是不是连一半都不到？一半都不到哦，不到一半哦。好，那这边的话，一公克不到一半是多少？就 0.45 公克啊 ，OK 吗？结果他算出来 4.5 公克，这个是错误的哦，这个是错误的。好 ，OK， 那个我反正我用他的书，然后他也没有收我钱，而且我们学生，所以我就帮他顺便除错哦。但是我没有办法每一句英文都看，因为我跟各位讲解中文啊，所以帮他抓一点错误出来，帮他抓一点错误出来。好，来再来。